天地初开，持而远矣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大理寺的？我是西川郡世子张平。本官乃荆轲主考，礼部侍郎蓝卷。臣提议，让这位小世子也参与查案。鬼有轮回。今夜非生即死，只有孤注一掷。难道我又被蓝丹骗了？倘若人人关心真相，黑暗便无处可藏。有恨不能治好恨。新鸟要吃草，南边的草儿非常好。嗯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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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